最近有内地传媒影到打扮低调的阿娇钟欣桐同一个中性打扮的女仔全程默默倾，其后对方更加锡咗阿娇块面一下。有眼力的网民就认得片入面这个女仔就是有女版陈冠希之称的内地网红王府盛华。年33岁的王府盛华在内地论坛 MMC 发迹，早在多年前已经知名度甚高，在微博坐拥超过225万粉丝。据知王府盛华家境富裕，她经常都会在社交平台上带晒名表和名车等等，而且周身名牌，不时出入五星级酒店和坐游艇出海，足以见到家庭背景绝对不简单。